等星期天，我在家等着天花板向下绕转一圈，梳头超麻烦，猫喂了好几遍，它跟我都没发现，哥哥找不见，只能自己泡面。嘿呀，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？我说喂，你说嗨，你在干嘛？天气不错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我假装想了一下说，哎呀哎哎简单，说呀说呀说很难，你个你个死木头，难道要我先开口吗？超啊超啊超麻烦，打呀打呀打笨蛋，等你等你说出口，穿着真好看，第一次见面嘛，居然害羞红了脸，开局不错呀，请别看